你，我滚下来！没事，没事，我认了。幸亏我眼睛啊，在城里，我就看你做的车上从我眼前划过去，怎么着？又让我逮着了吧？跟我身上编瞎话，也就是这两年你手脚干净一点，我没收了。现在你倒好，骗官骗房骗感情，骗到我师娘头上来了。没有，没有什么。你要是再对我师娘编什么瞎话，我把你那点破事全给你抖了出来。不能！哎，哥们儿，你车上有水吗？啊，有。哎，有点凉啊。好。哎，小警官。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我是骗了你们师娘，可我那不是为她担心吗？她买房上了当，我又不能白吃醋，所以呢，我就想抓紧时间多挣点钱，我就把我那些库存的东西赶快清出去，替她分担点儿。我也是一老爷们儿，你啊，就你还是一老爷们儿？你是以为我真不知道你以前干什么的？要我师娘让你气数好歹了，你看我能饶了你？谢谢啊，哥们儿，没事。哎，你车上拉的什么呀？方老板店里的二手家具。啊，都是些古董家具。什么东西？古董家具？啊，完了吧？哦，仿的，而且是二手的，人家要的就是二手的仿的清仓家具。要不这么着，我陪你看看去。哎，方瘸子，嗯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以后手脚最好干净一点，该挣的钱你就去挣，挣完了钱以后你就赶紧到我师娘那儿去，好好跟她承认错误，看她还能不能原谅。哎，我最后警告你一遍。别占我师娘便宜。我没有。上来啊！我就说阿水这小子下车那臭皮样不对嘛。是啊，他果然认出阿泰来了。走吧。关于阿泰的信息研判报告已经出来了，阿歹方老拐突击出城，应该是利用方老拐的二手家具的交易做掩护，利用方老拐在平江周边的人脉逃避检查，把毒品运出平江。根据他们走的线路，我们基本可以判定他们前往的是长海市。啊，将军，已经和长海市警方取得联系，他们发现长期经营的一个外号叫小拇指的毒贩有异动，建议通报刚刚到现场的特警小组，让他们走国道绕道抢行，抢在毒贩之前布控疑似交易地点，与长海市警方会。不能有一毫克的毒品从本市流出。对啊，那我赶紧通知特警小组配合长海市警方，在他们交易的时候人赃并获。不，在交易后放走阿泰一会儿，立刻把小拇指抓捕归案，要做到滴水不漏，不允许有任何的信息泄露。为什么呀？不能因为一个小拇指跑了我们平江的大拇指。
我跟你走得太远喽。什么太远了？还不远。我一个二手家具贩子，马上要退休了，想金盆洗手了，结果被你洗成了毒品贩子。你什么意思？啊？我听明白了。刚才在底下你跟他那聊，合着你想霸占一个前警察老婆的房子是吧？嗨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警察可不好惹，这警嫂啊就更不好惹。哎，不过刚才跟你说话小警察我看冒冒失失的，没准今后还有点利用价值。话说回来了，你如果要是真想对人好的话，我还告诉你，真的跟我们干，多挣点钱，还债，还你的情债。我哪有什么情债？不过，既然我跟你干，那么咱们就得从长计议。今天这样不成，第一风险太大，第二我只收运费，不太合适了吧？什么意思？你说了算吗？哎呦，买个店就这么费劲？哎呦，上花婶的家吧？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？你们不会睡了吧？胡说什么呀？哪有这么早就睡的？怎么胡说？就是你不懂。这是你和花婶的新房吧？那是花婶新买的房吧？这是我新买的房。谁买的都一样。阿水告诉我们的地址没错。这小子怎么不给咱们打电话呢？哎，花婶，我们来。等，你们是谁？哦，对了，第一次见面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们可是阿水的父母，和花婶老高可是老交情了。说什么呀？什么老高？您是老方吧？我儿子是老高。我儿子他长得老高的，我儿子管花婶叫师娘，那你现在就是我儿子的师父了。你净胡说，哪有那么算的呀？哦，花婶不在家呀？哎呦，现在这房子比以前宽敞的多了啊。还没吃饭吗？我们可带了土特产。骗我说现在还没吃饭都饿死了。没吃夜宵了吗？我这儿有酒，咱们哥俩头一回见面痛痛快快的喝一壶啊。何辉呢？还在工作呀？哎呦，我妈水说了，搞没工作起来不要命，都有点心疼了。这俩孩子就是工作狂，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儿了。哎呦，他俩不会是在一块儿吧？看你那傻样，我以前从来没看到你这样过。我也从来没看过你这样。哎呀，不怪你，还笑呢。啊、看多大年龄了，还……哎呀，真是丢死人了。这有什么可丢人的？我自从当警察那天起，我就一直为了别人的孩子能平平安安上学，平平安安放学，不管不顾的工作。你不也一样，在学校里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？咱俩不是一直没想？哎呀，那是你没想，我怎么没想呢？我眼前看到的都是蹦蹦跳跳别人的孩子。对不起，老婆。我给你们哥俩打的这馒头片过过酒。好，来。哎，婶婶，哎呦，这回你是越长越漂亮了，你可来了。这姑娘可是越长越漂亮了。不好，
长得太好看了，咱家阿水就配不上他了。净胡说，我们儿子可是水灵灵的阿水啊。对吧老方？老方，咦，什么老方？这不是你后爸吗？哎，我哪有这么不可的后爸呀？我妈呢？嗯，阿婶回来了。阿婶，走吧，不好。行呀，阿婶，你什么时候发现开车的是阿泰的？我也是一坐车的时候我发现是他，哎呦，我心里这叫一个忐忑。我想咱们布置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些嫌疑犯，这万一……报告张局，长海警方已把小某举火帮打听了。好，行，为了抓住阿泰的幕后老大，通知长海这批毒贩要单独关押，封锁消息。是。组合到，至于老方和阿泰要进一步监控，就全权交给你。是。阿水啊，你跟那个嫌疑人有过交集，要回避一下。别啊，老大。嗯。不是，张局，那个，好吧，我同意，但是我有一个建议，苏贺他比我还不适合。你想想看，苏贺他现在是一个明星警察了。上了街以后随便对着老百姓要来签名啊什么的不合适。你小子成心要把我拉下水是吧？啊，我说的是事实。阿水，哎，阿志，苏克的工作是我跟张局安排的，不许胡说啊。啊，张志，嫂子怎么样？有惊无险，没事。张局，哎，你爸又给你打电话了，他说他跟你妈在你丈母娘家呢。丈母娘？喂，爸，你怎么到我师娘家去了？你不能对不起高飞啊！那刚才哪个女娃子接那电话？沈大人挺好的，没高飞长得好看吗？我跟你共事多年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？太好张嘴。哎，比高威好看，你也不能看。你和高威情同兄妹。哎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我给大家宣布几件事情啊。第一，今天我们心无险，成功阻止了一批在本地生产的新型毒品外流，而且没有引起毒贩阿泰的警觉，对我们将来办案非常有利，希望大家共同合作，尽快抓住这个幕后毒手，为我们铲除这批毒害社会的害虫。好。爸，我不是说你啊。先别急着鼓掌。第二，范嫂终于证实怀孕了，饭吃啊有后了。好。爸，我真不是在说你。您怎么知道的？老婆在第一时间发短信通知我的呀。那您也别大张旗鼓的给我宣布了，我们俩都那么大岁了，这他、有什么不好呢？这是天大的喜事啊。更何况让我老婆和那些警嫂知道了，基本上等于通告全平江市，大家都为你高兴，有什么不好的呀？对不对呀？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啊，那个是我师娘，不是丈母娘。你现在肯定是个喝毒。您不是一直盼着叫丈母娘吗？什么？我对不起你爸爸，我真不该。妈，你别这么说，
爸都去世这么多年了，你找一个老伴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只是方老管，老方他确实对你尽心尽力，可他以前手脚太不干净了。以前嘛，我见他对我挺好的，我还劝他改邪归正，和他互相帮衬着，也没想过要和他走得那么远。他都答应我改过了，可我改不了吃食。你可别这样说他嘛，要不是他，妈也许活不到现在。你也不用这么说嘛。你不知道你爸爸活着的时候抓了多少坏人，多遭人恨呢。他去世的第三年你还在上大学，有一个从监狱出来的犯人到平江来寻仇，见他死了就伺机向我下手。一直在暗中保护我的老方及时赶到，在同歹徒的搏斗中被打碎了股骨头，我想上去帮忙却被歹徒一把抱住跳入了河中。老方为了救我明知不会游也跳入河中，用力把我推到了岸边。从此他的腿就落下了病根，妈，看来方老，看来老方他对你是真心的。你也别生气了，或许他是现在有什么事情不方便说呢。来，老婆，啊，吃饭，走。老方的试探还是很小心的。看来我们的分析完全正确，这个阿泰就是个影子，否则他不会跟老方一块儿去送货。这个老方就是我们的幕后英雄，十多年了，他帮助我们破了不少大案。刚刚破获的电信诈骗大案，老方提供的情报，他可是立下了头功啊。可是阿水对他盯得太紧了，这很容易让他暴露啊。而且他和高威的妈妈花婶，这就得看你了。目前关于老方的身份，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花婶那边，花婶那儿我们得让警嫂们多使点劲儿。苏克，考虑到你的工作和身份，你和高威要保持距离啊。
别动！哎呀，花婶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啊，微微啊。刚才阿水啊批评我们了，我们不该没打招呼直接闯过来看您的。不过我们可是真心为你和老方高兴啊。是啊，你们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不早通知我们。哎，那个老高走了那么多年了。终于找到可靠的人来照顾你了。下面该到微微和阿水了，那老大不小了。哎，你们啥事儿办事呢？就是我啊，和阿水啊，哟，上去看看谁。好，哎呦，老叔，哎哎呀，哎，儿子，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的？不是的，阿水。对不住啊，对不住。这孩子有啥对不起的？别耽误时间了。就是，他们俩，你们俩一块儿办了吧，双喜临门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我不是他老头。啊？你不早说呀！你看你们两个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我一句你一句，谁让我讲话呀？来给你拿手的。好，那就为阿泰老板演唱这曲爱选曲。好不下陈神，苏克这小子确实是个人才，不过由于他的想法太过于天马行空，老范，你可要多谅解跟配合呀。我早领教过了，我就是希望他能少干点违规的事儿。这上上下下的年轻人，包括阿水，对他的行为都有意见。也许不是坏事。好了，今天不谈公事，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。早点回家看看弟妹。大夫说了，就是高龄产妇，勤检查多注意没大问题。就因为是高龄产妇才要多多关注多多注意，要不将来得了这个产后忧郁症还有你好受的。将来我倒是担心老方的将来。哦，越是接近相遇越危险。我会多注意的。好，好了，
走吧。好。今天看到这么多热情的朋友来捧场，特别是阿泰老板这么长时间对我们茶室的捧场，接下来我再送阿泰老板一曲《送兄》。阿莲，刚才知不知道是我？我不知道啊。疯你，忙了一天了，赶快赶快回家睡去。我哪能忍心你们娘俩孤苦伶仃的扔在这儿？你呀、啊，尽简好听的说。哎，案子怎么样了？一切顺利，啊，放心吧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有张局在，你的病也不弱，能有什么问题啊？看你，当时把你急的。我这不是老毛病吗？哎，不说案子了，大夫怎么说？没事儿，再观察两天就可以院了。那可不行，咱们这岁数都不小了，一定得小心啊。哎，最近局里大案子不断吧？要小心的是你。嗯。哎，我呀，这次晕倒了，不知道自己怀孕了。所以干活干猛的，我以后一定要注意。哎呀，这么多年光顾着工作了，一直没想着要孩子，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让你受回罪。哎呀，你说这些干嘛呀？当初嫁给你的时候你不是已经说了吗？你的工作太危险，不影响你的工作，也考虑未来孩子的安全，宁可不要孩子。本来啊，我已经打算好了，就咱们俩好好的过一辈子。可是现在既然有了，
这也是老天送给我们的礼物，也是咱们俩的福分吧。哎，说来听听。哎，你小子，大晚上你鬼鬼祟祟的，你不怕我拿你当坏人给你揍一顿？谁呀？谁揍谁呀？哎呀，我这晚上睡不着，找你聊聊。哎，那正好，你在车里睡，我回沙发睡去啊。哎，做梦！我说实话，就你这破车。真不如我那车宽敞舒服。哎呦，你还好意思提你那二手车呢？啊，连一厢车都追不上。啊，行了行了，说说吧，怎么想的，跑到这儿来跟我花前月下来了？我说，正经的，你真应该叮嘱房老板，他要是敢对我师娘不好……哎，你师娘是傻子呀，是瞎子呀？你骂谁呢？我说。你师娘跟方伟都认识那么长时间了，这你应该知道啊，他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啊。我刚去他家，这娘俩哭的眼睛跟烂桃似的。你去高威家了？我爸妈不是来了吗？祝贺师娘新婚快乐。这去了一顿乱喝，还把那老王头买房那个当成是方伟了。这喝的我好不容易给弄回来。那高威呢？我说你俩到积累了。呸，胡说什么呢？是他给我曝光了，他把我给害了。害的害你？我看你是美的吧，那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明星警探。春神，下云恩平，哎，哦，阿泰，你摇头晃脑干嘛呀？你瞎晃晃啊？行吗，阿达？嗯，你知道我老方不好这口。得了，你得了，你不好哪口啊？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三个不合你口味？没关系，咱们再换呢。啊？赶紧说正事儿。什么正事儿啊？
我还告诉你，老方，我今天让你到这儿来，今天这就是你的正事儿，啊？哎，行了，老方，跟我装，我还告诉你，这不是跟你说，我拿你当朋友，就这个地方是咱自家的地方，方圆五公里之内肯定没事，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在这享受，好不好？哎，不用了，别推脱了啊！今儿啊，你听我的，我给你安排。啊，嗯，好好照顾着啊，明白吗？就这样，嗯啊，人这辈子该享受得享受，啊，来走，把门给你带上了啊。高威，怎么会是你啊？苏克，你不接我电话，你还拿手铐铐我？我给你打开，我给你打开，赶紧给我打开！哎，我给你解脱，给你，哎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哎，你看，笨了，钥匙掉了。快点找啊！哎呀，我找呢。疼啊！你小点声，快点，这么多人呢，大晚上吵什么吵？你听见没有？快点给我找钥匙！你给我打到外面去了。快！阿水，快帮把手铐打开。阿水，你跑来干嘛去了？你给我回去！哎，阿水，哎哎，苏克，你快点帮我打开，疼死我了！快点！你这看清楚弄啥嘞？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老板是让我过来跟你玩的吧？不是搁这看你看病的吧？姑娘，对不起啊，我啊这是职业习惯，一看到这玩意儿吧，爱不释手。老板说你本事可大了，你都有啥本事呀？哎，有啥本事啊？别的什么都不会，我就是一吃死人饭的。啥？你怪我人骂我了是吧？我吃活人饭了呀！姑娘，别误会，别误会。我说我是一挖坟的。咦，挖坟的呀？缺八辈子德了。哎，这你就不懂我们这个行业了。我们这个行业啊，不是缺德，是积德。死人把这些好东西都带到坟里去了，咱们活人看不见了。我们这些挖坟的呢，再把这些东西都挖出来。大家不就都看到了吗？这叫积德。咦，真能吹！不过听你说的怪有道理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扯了，赶紧干活吧，老娘累了一天了。哎，还没找着啊。哎，都怪你那么冒冒失失的，把钥匙打掉了。你说你大晚上跑到我的车外面干什么去了？啊？你不知道我警惕性有多强吗？你不知道有多少犯罪分子要找我报仇吗？你不知道我的反应有多快吗？怎么不知道啊？唉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摔了我个仰面朝天，也不知道我上辈子到底欠你什么了，不是摔我，就是拿手铐铐我。我还上哪儿找你？是啊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废话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为什么打过来又挂了？为什么最后还关机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执行任务啊，然后手机没电了。哎，你看你靠着你还不老实？你快给我打开！行了行了行了。
好像阿水那儿有一把万能钥匙。阿水，哎哎，你别喊，你别喊，到人家一报警，你这铐子不用开了，直接把咱们带公安局去。那你赶快打电话呀！手机没电了。听我的。我你的，来。说点事儿，我是一个警察，执行任务非常的危险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，可是这样你会很危险。你应该理解，你爸爸他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。